搭项链换，三弄问题探一探，竹边搭香不庆，听我另类说三弄，农村事情来播报，再给大伙唠一唠，农村宅基地缺陷，集中问题给您谈。农村发展到如今，惠民政策暖人心，惠民政策来实行，促进农村的繁荣，国家越来越关注，促进农村大进步，农村宅基地缺陷，听我给您谈一谈。农民手中宅基地具有很大的意义，属于重要的财产，促进稳定和发展，农民避风的港湾，它这个作用不一般，它的作用非常大，能够把家来安下。国家宅基地缺陷，覆盖范围很广泛，有些情况不能缺，需要坚持和补习，有些情况要收回，想要缺陷没有门，具体情况具体办，避免村民有意见。安身立命宅基地很多地方有争议，如今国家要确权，工作进行很困难，很多地方有纠纷，政策必须服人心，如何来进行确权，请我给您谈一谈。一户多宅不能缺，这个红线别逾越，一户多宅没手续，想要确权准没戏，还要相应去处罚，希望各地都明察，提高土地利用率，一户一宅来普及。小产权房不能要，提醒大伙要知道，集体土地上建房，违规建设属法吗？这种房子不合法，不要轻易买回家，这种房子不确权，还给自己惹麻烦。过去土地管理松，很多私自建房中，这种情况非常多，属于违规的操作，村里没有去同意，非法占有宅基地，证明资料都不全，肯定不能去确权。土地用途去改变，这种情况很常见，土地用途有规定，轻易不能随便动，改变用途建住房，这事儿罚你没商量，本身已经犯下错，确权肯定不通过。非法出售和转让，农村普遍的现象，这种买卖属违法，丢了房屋没了家，继承手续不齐全，想要确权不管谈，必须要办好手续，确权才能更顺利。荒芜闲置宅基地，两年以上难再续，两年以上没人管，会有回收的风险，非法去占有耕地，超出使用的面积，这些国家要收回，不要当作无所谓，那个无所谓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袋子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，农民受苦受累谁安慰，谁安慰。